完了完了完了，最怕朋友突然的关心迪士尼真的封园了，我们都出不去了。哇，绝了绝了绝了，手机也快没电了，怎么办？你们为什么要关心我？为什么都要问我？这个目前是面对外面的出口，然后后面往米奇大街的地方已经围住了，不给我们回去买东西了。没想到啊，迪士尼今天排队最久的项目竟然是做核酸。还有那个项目，还有表演，前面现在队伍很长，前面全部在挤着他排队。您现在排队的话很长很长。看看高铁现在下行了啊，这一列车都给封了，看了吗？连站台都封了啊！大伙儿来看看，这是高铁的啊。上周西站啊，现在上周西高铁站，看了吗？这一列车都给封了啊，都隔离了，站台上。哎呦，大伙儿看看啊！看见了吗？哎呦喂！大家可今后可少出门啊！哎呦我去！我的宝贝啊！哈尔滨平房区11月2号在家居家隔离，黄码，所有人都是黄码，一个楼一个楼下去做核酸，人均间隔2米，公交车站也停了，张班长，楼下就这样，哈尔滨平房区封城第2天，我家对面这是医院。大家好，我是水生，又风吹啊！大家看啊，现在。
你看，你们看，你们看，拉拉的门的，拉吧，拉拉。